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565页。565页第五行，课题利他行，分两课啊，两小课。第一，慈和劝进，法藏比丘，也就是法藏菩萨圆满修足忍辱波罗蜜啊，所以前面讲的是忍力成就，意味着自度圆满了，自度圆满之后就要度化众生啊。为什么要成佛？是为了要帮助众生，不是为自己啊。但是要帮助众生呢，首先得自己成就，自己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，就不能帮助众生啊！必须自己修行功德圆满啊，戒定慧三学都得到了啊，这才能教化众生。我们看这段经文，与主有情，常怀慈人，和言爱语，劝于慈经。这个四句话非常重要啊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解上面就是前一段经文所说的惠利群生，这是慈。人力成就是悲。是故与诸有情常以慈人为怀。慈，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的仁，所以我们常常把仁慈
连在一起。人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，慈是佛陀所说的，意思相接近。啊，仁者爱人，推己及人。啊，所以仁这个字，它是会意的。啊，仁边这边是二。啊，就是二人，由自己一定想到别人，这叫人。啊，佛家讲慈悲，慈是娱乐，悲是拔苦。啊，这慈悲两个字都是人，中国用一个字代表，佛把它分成两桩事情，啊，一个是帮助众生离苦，一个是帮助众生得乐。这就是佛陀教育的终极目标，啊，最后希望做到的，啊，帮助众生离苦。众生苦从哪里来？啊，是从迷失了自信，对于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现象认错了，看错了，啊，看错了，于是就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这才惹了许多麻烦呢，啊。我们今天的社会，现在住的这个地球，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是人为的，不是自然有的。啊，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说得很清楚，佛也说得很清楚。现在量子力学家做出了证明，说的没错。宇宙从哪来的？啊，生命从哪来的？我从哪里来的？万物从哪里来的？诸位如果读过坛经，坛经是六祖大师说的，他是中国人，他不是印度人，啊，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，他老人家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，最后一句很重要啊！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万法就是整个宇宙，啊，全宇宙从哪里来的？自信生的，自信现的。自信是什么？我们常说真心。自信是真心，是从自信生的，所以明心见性的，对于这些万法样样都知道，样样都明了，一点都不迷惑啊。那么这个也是佛陀教学的最高的目标，就是叫你把自信找回来啊，明心见性，佛陀教育就圆满了。见性之后，你对于一切万法真正明白了。
啊，没有认错了，有能离自度，啊，自度是自己的苦没有了，乐现前了，离苦得乐，离究竟苦得究竟乐，究竟是登峰造极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。啊，所以苦跟乐佛知道，迷了就苦，觉悟了就乐吧。啊，所以佛对于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理论依据，啊，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或者是转迷为悟都行，总是要觉悟，不能再迷惑。用什么手段呢？用教学。啊，这一点一定要认识清楚。佛陀是教育，佛法不是宗教。啊，现在一般西方人讲的宗教，佛法不属于，佛法属于教育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啊，这历史上有记载，真有其人，真有其事。出现在北印度。啊，现在的尼泊尔附近，啊，当时都是部落，部落就是小国，啊，他父亲是个国王，啊，他19岁出家，为什么出家？感觉到生老病死苦。这苦怎么来的？能不能避免？怎样避免？每天想这些问题啊！啊，想到最后，看到有一些出家人，他们是真正在做这桩事情，离苦的路。啊，他深受感动，19岁出家了。啊，出家之后，他给我们表法，他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喜欢求学。啊，所以印度那个时候宗教之国，也是哲学之国。几乎所有宗教学派他都亲近过。12年到30岁。啊，回头再看看这些所学的所修的得不到结果。啊，这个结果是什么？不能超越六道轮回。那就是没结果。六道轮回是苦的根源呐、啊，能够脱离六道啊，那就是离究竟苦，再也不是苦了。啊，娱乐呢？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立一个道场。啊，不要说一个国家，那不是国家。极乐世界没有国王，没有总统，啊，它是一个道场，这个道场叫极乐世界，
得究竟路，啊，这里再也没有苦了。为这个来的。唐朝，我们净土宗善导大师有一句名言说得好：诸佛所以心出世，啊，十方三世诸佛到世间来了，来干什么？唯摄弥陀本愿海。那么摄弥陀本愿海就是这部经，就是为了说这部经而来的。啊，他一生讲了许许多多经典的，那换句话，那都是附带的，最主要的是这一部经，而且这一部经是讲了很多次的。啊，我们中国古大德细看《无量寿经》，现在《大藏经》里收的有五种版本。啊，五种本子对起来看，这个里面有很大的差别。啊，这就显示不是一次说的。如果一次说的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这个差异。啊，一定是多次说的。这部经在中国有十二次翻译。非常可惜，有七种版本失传了。大藏经上有经体，有这个经名，书没有了。啊，只剩下五种，七种失传了。啊，内蒙有一位金教授，现在是蒙古文的权威，他整理蒙古文大藏经，告诉我蒙文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有二十多种译本，比我们多得太多了。啊，所以我就希望他能把这部分东西翻成了汉文，提供给我们净宗来做参考。啊，真正证明释迦牟尼佛这部经常书，啊，49年，每隔一两年他都会讲一遍，啊，有的时候年年讲。啊，为什么？佛说法契机，看到有人跟极乐世界有缘，那一定要告诉他，不能疏忽。为什么？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，这个人成佛的机缘到了，不能不帮助啊！一个人也要讲啊。佛是门中不是一人，啊，其他的成不了佛，还在六道搞轮回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啊，这个人缘机缘成熟了，一定要帮助他。所以一个人也讲，啊，三个人、五个人也讲，啊，这是什么？慈悲也。慈悲到基础啊！啊，我们这一生遇到这部经，也不是偶然的。啊，《大乘经》上说得很好，凡是遇到这部经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的人，都是有很大的、很深的善根。啊，深到什么程度？佛说了，都是过去生中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今天遇到这个本子，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，你能信能发愿，
肯念佛，不简单呐！啊，为什么？84000法门，啊，这许许多多经典，大乘大藏经，每一部经都要靠自己修戒定慧，才能向上提升。啊，这一部经这个法门是阿弥陀佛特别慈悲，啊，不靠自力，靠佛力，啊，完全靠阿弥陀佛，啊，阿弥陀佛保佑，阿弥陀佛加持。纵然你造了很多罪业，只要你真正相信，不怀疑，真正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还是来接引你。这个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所以历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就是这一门。啊，这一门简单，很有效。啊，保证你一生成就，不必等到第二生。啊，这个人力成就之后啊，惠利群生呐、啊，这就是普度众生。啊，下面说，是故于诸有情，常以慈人为怀。啊，佛陀用什么态度对一切众生？慈悲忍辱，这两个字好啊，这两个字要学啊。慈连着就是悲啊，这是中国文字简要详明，那个悲字略了啊，再加上一个忍辱啊，为什么？有情众生，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诲，古代有啊。啊，方老师告诉我，200年前，寺院庵堂，就是佛的一些庙，不管大庙小庙，里面的诸众都是有道德、有学问的人士，不简单呐、啊。啊，这是真的。啊，现在出家人把经教丢掉了200年了。啊，所以有出家这个形象实质没有了。没有受过教育，换句话说去，200年前的出家人个个都能讲经教育，皇上是护法，不是普通人了。佛门这些人士出家人报皇恩呢，讲经教学，把人民教好，这皇上做太平天子蒙古大藏经
序文我看过，啊，序文是汉文，特别里面有记载着元明清三代，三代的帝王抓宗教啊，啊，佛教、道教，皇上亲自掌管，那儒交给总理大臣，啊，总理衙门里头有一个部，教育部，那个时候叫礼部，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。啊，教学这桩事情完全是每一个家族自己负责任，国家只是每年举行考试，啊，考取的这些人才，像县考秀才，啊，录取了秀才，省录取的是举人，啊，皇上考试、殿试、国家考试，考取了叫进士，学位的名称，好像我们现在我是硕士、学士，秀才是学士，啊，县考及格就可以了，就拿到了，啊，省考及格举人。啊，中间的这个学位，啊，殿试是皇帝主考，考取的是进士，最高的学位，现在讲的博士。啊，出家人可不简单。啊，普通的学术要能达到进士的标准，然后还考佛经，不容易啊！考取之后，皇上给你文凭，叫度牒，你有这个度牒，才有资格出家。你到哪里出家，跟谁出家，皇上不管你。啊，总而言之，你通过考试了，通过考试，皇上认为你可以做我的老师，可以教化人民。现在没有了，国家也不考试了，啊，这些出家人也没有义务去教化人民。丢掉两百多年了，啊，这个话是从前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，我跟他学哲学，他最后一个单元给我上的课是佛经哲学，把这些事情告诉我，啊，那现在学佛，他就告诉我，寺庙没有了。啊，在两百年前学佛的话，寺庙的出家人个个都是修大学问家，他不是普通人。啊，皇上认定的还会认错吗？啊，所以都是非常杰出专家学者。啊，那现在不学了，也没人教了，啊，那到哪里去学？他告诉我，经典。现在你要学佛，你要从大藏经下手，啊，在大藏经里面选几种
专攻啊，才真正开智慧啊。哲学所求的就是智慧啊，所以佛法是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慧。每个人的缘不一样，不是一个方法，所以佛说八万四千法门，你适合哪一个法门，你要选定了，成就很快；选错了，不但一生不能成就，很可能一生把路走错了，那苦不堪言。啊，那么现在修佛难了，我要不遇到方老师，不会走这个路啊。因为年轻的时候以为这误会了，以为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啊，所以对于宗教就没有碰过。啊，接受方老师的教诲，才完全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我上课是在老师家里，所以我就很留意，他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。啊，每个星期要到家里去上这堂课，啊，所以在家我就很熟，我看看他的书房，看看他书桌有没有佛经，有佛经那他是真干，没有佛经的时候那就靠不可靠了，啊，我从认识他到他家去，书桌上一定有佛经。他是搞真的，他不搞假的。啊，台湾在那个时候，日本的万字学藏出版了，这个信息我知道，我告诉老师，老师第二天就到那里订了一部，真难得。啊，对于佛教经典这么样的爱护，这么样的欢喜，啊，我出家，张家大师教我的，啊，我学佛的扎根呢是在张家大师，我跟他三年，啊，这是他给我奠定根基。啊，他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那是我学佛所见到第一个出家人。啊，我向他请教，方老师告诉我。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我向他请教，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能契入？我问了这个问题，第一天见面。他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我等他开始。啊，看了多久呢？我们两个互相看了半个多钟头。啊，什么原因？很多年后我才明了，
我们年轻啊，心浮气躁啊，所以问他的话，这么重要的话，心浮气躁不能说。印祖讲的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你心浮气躁没有沉静心，跟你讲了也没用处，得不到什么用啊。所以他看我看半个钟头，让我那个浮躁的样子整个恢复到平静，他才说话，说了一个字有。我一听说有，那精神就振作起来了。他又不说了，不允许你有心浮气躁，心情要平静啊。我们又等了差不多十分钟，告诉我看破放下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，像走楼梯啊，这样互相向上走。告诉我这个方法，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，放下是放下烦恼习气，放下一切错误，你才能向上提升呢。啊，这些在一般地方学不到啊。啊，要我去看释迦谱、释迦方志，这是大藏经里面有这两本书。啊，分量不算太多。释迦方志一卷，释迦谱有五六卷。啊，那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你要学佛，你都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你才不会走错路。啊，读了这个之后，才完全明了，释迦佛不像宗教那个样子，他是教学。啊，他十九岁出家，什么？放下烦恼障啊，去求学，广学道文啊，30岁学了12年，彻底放下，放下所执障。我们明白了，二障都放下，障碍没有了啊，怎么样呢？等待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果然没错。他在菩提树下入定，开悟了。啊，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。79岁过世，讲经教学49年，没有一天空过。他是一个职业教师。而且是个义务的教师，他教人不收学费。还是个多元文化，不分国籍，不分种族，也不分宗教，你只要跟他学，他就给教给你。啊，你长时间跟他，他就长时间教你。你没有长期，短期我只能住一个月、一个月、半个月，行，他也教你。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圣贤教育啊，他教育也有3个学位，那个学位就是佛陀的最高的学位，博士。菩萨第2个学位，硕士，
阿罗汉第三个修为学士啊，所以学生当中证阿罗汉的、证菩萨的很多啊，成佛的有没有？有，比较少一点。你只看的是等觉菩萨，那就成佛的人啊，他在极乐世界还是以菩萨身份出现，实际上他成佛了啊，所以这部书很不容易，太难得了啊！我们对这部书深信不疑啊，海贤老和尚注释112年啊，他不认识字，他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啊，他念到什么等级？给诸位说，成佛了。他念到理业心不乱啊，净土宗三个学位最高的理业心，第二个事业心，第三个功夫成片啊，他念了多久拿到最高的学位？我看他的光碟，看他的勇士记，我估计大概20年，20年拿到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功夫成片是最低的一个阶层，拿到之后升到极乐世界插班去的，不是从小学一年级念起，他插中学啊，从中学一二年级啊，是这样去的啊。什么时候得到的？我估计3年到5年，也就是他20岁出家，20岁念佛，出家那一天师父传他一句佛号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啊，他真念，日夜不间断啊，口里没有声音，心里头念。功夫成片是什么？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那叫功夫成片啊。功夫成片肯定阿弥陀佛来给你道后，来给你祝福啊，或是梦中见佛，或是定中见佛，佛会告诉你你在这个世间寿命还有多少年啊，到时候佛来接引你，你自己很清楚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，有你名字了啊，你的信心坚定了，再不怀疑了。那么得到功夫成片啊，这还没有往生，再向上提升啊，功夫不能间断，就是这一句佛号不能丢失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就一句阿弥陀佛啊，再用个5年10年就能得事一心不乱。事一心不乱跟阿罗汉所证的果位平等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
方便土上辈往生。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地位就高了。那最高的再继续努力，不会超过十年，念到理也行不乱。所以我估计海鲜老和尚是二十年，念佛念二十年，功夫成就了。得理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十宝庄严土，法身大士。一生成就，这是一般菩萨都不敢相信。菩萨修到这个地位，要无量劫，怎么可能一生成就？一生当中二十年就能成就。海鲜老和尚做榜样给我们看，这才是一生的大事，其他的鸡毛蒜皮，无论干什么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是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对这个法门有相当认识，这一次的机会绝对不会错过。我们自己学习也要帮助别人，帮助人往生越多越好。可是要记住，不要忘了自己，光帮人自己忘掉了，自己妄想杂念还一大堆，别人往生你去不了。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很多，不是少数。为别人很热心，把自己忘掉了。是不是好事？是好事。但是自己不能往生，这个事可大了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常常慈人为怀，这是念佛人。对一切众生要慈悲，众生没有受过好的教育，学佛了也不懂经教，所以他还有习气，他还有贪嗔痴慢，遇到不高兴他发脾气，甚至他回报你，障碍你，陷害你，你怎么样？没有怨恨，要忍耐，要原谅他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受过好教育，他今天这样做，这是社会上坏的风气。在电影、电视、网络上学会的，不能怪他。他如果受到圣贤教育，他绝对不会。这就是真正慈悲，原谅一切，冤亲债主，不能跟他计较，不能跟他对立，原谅他还要感化他，你跟他讲他未必会听，你认真去做，做久了
慢慢他就明白了。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啊，要把它化解，不能结怨。结怨对往生会产生障碍，啊，他来扰乱，来干扰你，让你临命终时心里还有妄念，还有妄想，还有情执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所以何言如何言容？会说曰：内力妄然，妄是妄想，然是然物。那然物是什么呢？你心里头还有七情，喜怒哀乐爱五欲啊，还有五欲，财色名食睡啊，这些东西没有忘掉，这就是清净心不能现起，这些东西把清净心染污了啊，这就是染。妄是妄想，是妄念，染就是情绪啊，脾气啊，听到别人赞叹欢喜，听到别人侮辱批评你，心里就不高兴，这个不行啊，这经不起考验啊，啊，还是眼见色耳闻声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还会起心动念，还有分别执着，这就坏了啊！学佛的人不干这个傻事，知道这个境界是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一切有为法，有为就是有生有灭，只要是有生有灭，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，哪一样是真的？是不生不灭的，通通是生灭法。现在量子力学证明了。啊，物质现象从哪来的？从念头变现的。啊，这是被量子力学家发现的。科学家对问题，宇宙的秘密，第一个物质究竟怎么回事情，第二个念头，第三个自然现象，这三个奥秘啊。啊，第一个被揭穿，也不会就最近20年。啊，科学仪器进步了，把最小的物质找出来了。佛经上讲的极微色，也叫极微之微。啊，这是物质的单位。所有的整个宇宙，所有的现象，都是这个单位组合变化出来的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说一合相。啊，基本的物质确实是一，都是这一个组合的。啊，那么80年前，科学发现了原子。认为原子是最小的，啊，没有想到最近这个八十年，啊，科学确实突飞猛进，啊，仪器
越来越精密，啊，居然把原子打破，看到原子是原子核、中子、电子组成的，它不是单纯的，啊，那么这三样东西个个打破，发现基本粒子。基本粒子60多种，啊，每一个打破还能打破，啊，发现夸克，啊，夸克还是把它打破，发现微中子，微中子把它打破，物质现象没有了。那我们就知道了，微中子就是佛法讲的零虚尘，最小的单位，它打破就没有了，物质不存在了，啊，这个被揭穿了。所以科学家的报告，根据他们研究的结果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，那物质是什么？是我们的错觉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那我们用电视做比喻。啊，电视上这些现象，它是在多么高的频率之下产生的。啊，像幻灯片一样，一张一张的，一秒钟多少张？100张。现在电视一秒钟100张，啊，跟从前电影以前用的是动画，啊，这个胶卷拍摄起来的是动画，啊，一秒钟在放映机里面播放多少张呢？啊，镜头打开，一张照在屏幕上，再把它关起来，放第二张，速度快了，一秒钟多少张？24张啊！我们就以为好像是真的了。啊，电视比那个精密。啊，早年的电视黑白的，50张。啊，现在电视彩色的。100张，啊，我们就以为是真的。那我们现实这个环境，我们眼看的、能看的眼所看的这个物质现象，这频率多高？一秒钟是多少个生命？科学家知道。佛知道，佛经上所说的，用现在一秒钟，2240兆，不是兆，不是万了，单位是兆，啊，一秒钟，2240兆，在这个频率之下。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啊，佛知道，佛怎么知道？佛看见的。啊，这么高频率的时候，佛都看得很清楚。不但佛看见，佛说了，5种人看到。啊，经上常讲的。8地以上啊，8地菩萨、9地菩萨、10地菩萨、等觉菩萨，再就佛陀，这5个位次人全看到，那是极深的定功啊。那个定
就是六祖所说的五开悟的五句话多重要。第四句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是自信本定。啊，自信前面给我说了，就是真心，真心是不动的，真心没有摇摆，这真心。所以佛家用的方法修禅定啊，要知道八万四千法门，方法门道八万四千，修什么通通修禅定，没有一样不是修禅定啊。所以修禅定的方法很多，都能得定。佛在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为什么呢？通通能得见，这个定呢，通通能开慧，能开悟啊。所以这个用真心很重要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用妄心，妄心是分别执着啊，真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就这样在练啊。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啊，六根接触，六尘境界，学什么？学不动，学没有起心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成佛了。成佛是什么？回归自信。禅宗说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那就是佛了。回归自信成佛了，不是从外来的，与外面境界不相干，外面境界只是干扰啊。你要是有分别执着，连佛菩萨都成干扰了。所以佛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包括佛的相，包括极乐世界的相，你可以受用，你不能执着，你不能分别。你要分别执着，就造业；起心动念就迷惑，就是无明烦恼。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太微细了。你看，一秒钟起多少个念头？一秒钟2240兆个念头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物质现象是这种现象里头变现出来的，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念头我们相信，再有20-30年，科学可能发现。念头是什么？啊，念头太微细了啊！啊，那要发现，应该是可以。因为《大乘经》上佛说过，用第六意识，科学家用第六意识，第六心就是分别心、执着心，用这两种心。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就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能够圆得到。对外可以能圆到宇宙的边缘。宇宙是没有限量的，没有边际的啊。所以佛不用这个方法，佛用禅定。只要你这个心如如不动，像六祖所说的有五句，你看第一个清净，没染污啊；第二个没有生灭啊；第三个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功德了，无量相好，你什么都会，什么都不缺乏。
本自具足啊。无量的寿命呢、如如不动是真心，动摇的是妄心。你心动了起心动念动了吗？无始无明从这里面产生三系六处，再产生整个宇宙五祖只用了20个字，这就是他听经开悟的心得报告。这五句说出来，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了。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。当时的环境不许可他出去讲，所以要忍呐。一切法得成于忍呐。他到猎人队里面躲藏，没有人知道，没人认识他，躲了15年。15年，机缘才好转，他出来了。遇到印宗法师，印宗法师也是菩萨实现的，不是凡夫。那么大的度量拜他为师，水涨涨船高这一下就抬举起来了。印宗是闽南的高僧大德了，高僧大德拜他做老师，人家就相信了这就是一捧把这个慧能大师捧上天了，没有人敢反对教化大行。你看在他一生当中，他手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43个人了，在整个佛教史里头空前绝后，太难得了他这53个开悟的弟子，他们也教学一生，在他麾下1个2个3个4、5个就没听说了这是我们要汲取的。我们怎么个学习法？我们今天取经宗最容易的方法，但是要有耐心，要放下贪嗔痴慢，要放下是非人我。是非人我没忘记，贪嗔痴慢没忘记，不行啊，往生没把握彻底放下。为什么？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，你骗我，我不骗你；你害我，我不害你。真心跟佛相应，跟极乐世界相应要想着怎么样整人，怎么样报复人，这个是轮回心，六道轮回心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在六道里头，生生世世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所有欺负我的人、障碍我的人、找麻烦的人、回报的人，统统以和言爱语对待，决定没有丝毫怨恨。
啊，把所有怨恨在这一生当中全化解了，啊，化解，不要从他那里，从他那没用处，从自己，我这里化解了，他那就对立不上了，他要跟我对立，对不上了，我化解了，啊，对立什么？他跟我对立，我跟他对立，这就对上了，啊，不跟任何人对立。啊，他有苦难，我还全心全力帮助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本来是佛。我没觉悟的时候跟他一样，今天我觉悟了，他没觉悟。啊，我就不能用从前这个态度来报复他，不可以。我要用佛菩萨大慈大悲去照顾他。这就对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占便宜的，没有吃亏的，懂吗？因为那是假的，吃亏等于零，占便宜也等于零，啊，零跟零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，一定要知道啊！啊，学佛改变我们的人生呢，我们怎样处事待人接物？啊，真的长生欢喜，法喜充满了啊，一切顺众生，众生喜欢什么随喜，这随喜功德啊，只有一样我的佛号不放弃啊，这他看不出来的啊，这个一定要抓得紧紧。啊，会所里面讲，你看，内里望远，故外常问候，表现在外面问候了，温良如何？啊，故曰何言呢？甚天王般若经里说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。如是随顺佛清净教，这是菩萨行。菩萨没有烦恼，充满了智慧啊，般若波罗蜜是智慧啊，为什么没烦恼？他看破了，他放下了，他不跟任何人作对了。啊，别人纵然把他害死、杀掉他，他也不作对，也没有对立的心。啊，杀了他欢喜，感谢他，为什么提升了？啊，至少从人道升到天道，有怨恨就像散土，那。那个受果报，没有怨恨的时候提升了啊，他帮助我早天提升了，要不然还得过几年呢，怎么会不欢喜？如果敬业成就了，正好帮助你往生，阿弥陀佛来接你了。所以不可以怨恨任何一个人，不可以伤害任何一个众生，蚊虫蚂蚁都不可以伤害，他也是一条命，他投胎到哪里去了？啊，那是恶因恶报，要怜悯他，要同情他，啊，怎么可以伤害他？啊，这就是行般若波罗蜜。如是随顺佛清净教，佛的教诲是清净。你看我们这个经的经体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念佛人修什么？修清净心呢？啊，心不清净白学了。
啊，不清净所学的是世间善法，来生人天果报，你不会堕三途。啊，如果心清净，清净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净土，记住经论上所说的，古大都所说的，心净则佛土净。那我们心不清净，怎么能生净土？这个道理要知道啊。清净心生净土，是同居土、方便土；平等心生净土，是十报土。不一样啊！啊，念佛，经上没有说念多少，啊，多少不拘。第十八愿说得好，临命终时。生念必生啊，这个生念有两种讲法，一种是临终的时候生念啊，他咽气了，这个往生；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你每天早晚哭，你工作很忙，你没有时间，你念十句佛号啊，不要中断。一生不中断，就能往生。啊，应该取后面这个意思好。啊，所以这个念佛不拘多少，念佛讲究功夫浅深。功夫是你能放下，那是功夫。啊，我们培养慈悲心，放下一切怨恨，不再责怪别人。这是功夫啊！修行人最怕发脾气、嗔恚，这是最严重的烦恼啊！所谓火烧功德林，你修积的功德越发脾气，统统烧掉了。所以功德不容易修成，功德一定要有忍辱波罗蜜，忍它能保住，保住你的功德啊。如果一发脾气啊，昨天发了一顿脾气，昨天以前的功德全没有了，昨天到今天就修一天，如果临命终时发一顿全完了，这一生白修了啊，但是福德有啊，变功德变成福德了，变成人天福报啊，这就很可惜啊，人天福报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，所以要学着处处跟人随和啊，原谅别人，不跟人计较，修清净心，修慈悲心，修忍辱波罗蜜，啊，佛教导我们是度众生，灭门显孝。你们看到弥勒菩萨通常都把它供在山门啊，旁边是四大天王，这是表法了。你进佛门的时候一定从这个门进来，上第一堂课，第一堂课上什么呢？弥勒菩萨笑面迎人，这第一堂课啊，不能板着面孔进佛门，不可以啊，面门显笑啊！啊，你看，成无平处，
平处是不高兴，板着脸，皱着眉头，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这不可以的。啊，所以然者呢，心里会浊，住根清净，不然立垢啊，心不成慧。你看，这讲的多明白啊！为什么你会那么欢喜？心里头没有染污啊，六根清净啊，这个没有染污就顺心的，没有贪念啊，不顺心的没有嗔恚就清净了，不顺心的有嗔恚，你的心被染污了啊，顺心的你喜欢，你想得到，你的心也被染污了啊，所以一定要保持着平常心，平就是平等，常就是清净啊，觉不容易啊，那是大彻大悟，清净平等要常常留意，在哪里修？特别在人事，人事是你最牵挂的。为什么牵挂？因为你有我，无我多好啊！身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真我自信是真我。啊，阿赖耶是假我，自信迷了，就变成个假我，生生世世假我当家。啊，假我做善做恶，这就是变现的六道轮回。做善，感得三善道的果报，作恶呢，感得三恶道的果报。啊，地狱魔鬼出生。啊，今天这个世界乱成这个样子，所有这些不善的人都要原谅他。为什么？同情他，他没有受过圣贤教育。如果他受过圣贤教育，他怎么会变成这个？啊，我们年岁比他长一倍，我们还接受到边缘，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我们也做得不好。啊，别人讥嫌毁谤是应该的。啊，是替我们消业障的，我应当感谢他，我怎么可以怨恨他？啊，这就是修行的功夫。啊，这就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。啊，戒律必定要遵守。啊，三规五戒，三规下面还会讲到。底下一堂课讲到。啊，无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五常啊。啊，常是道，常就是永远要做下去，不能够丢失。这叫常啊，仁就是不杀生，义就是不偷盗，礼就是不邪淫，智就是不饮酒，啊，信就是不妄语，
这是中国人做人基本的条件。啊，什么是中国人？什么是中国文化？啊，五伦五常做到了，才算是个中国人。啊，从五伦五常再往前发展，观众的思维，秦汉的八德。啊，思维是礼义廉耻，啊，治国的标准呐。思维不张，国就灭亡了。啊，治国什么？要用礼，要用义，礼义，要用廉洁，要用智持。支持是晓得哪些事情不应该做，意识晓得哪些事情应该做。啊，应该做的要立，要好好去做啊。啊，八德：孝悌忠信、仁爱和平。啊，现在讲的是这是新的说法，不如古的好。现在讲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。啊，没有古的是古说的好，古是孝悌忠信、仁爱和平。必须遵守啊，中国人呢、啊，炎黄子孙。啊，人人都遵守啊，没有一个不遵守的，从小培养啊。在家庭，在学校，啊，在公司，在社会，通通要遵守啊。啊，都把它做到啊！这些戒律跟佛法的三规五戒十善沙弥律仪完全相同。那儒释道构成中国几千年的传统，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，啊，这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从谁做起？从我做起，不要依靠别人。啊，我做好了，会影响别人。啊，身教胜于言教，自己做不到，要求别人做到，别人不服气。不会接受你教诲 啊，所以一定要从自身做起。啊，这底下讲的修学的效果啊，心力染污了，不受外面感染。也就是讲不受外缘影响，这心自己能做得了主。啊，外面影响最严重的喜欢的生贪爱，啊，希望自己占有，这错了，造业了，起这个念头就是业。啊，不善的起怨恨啊，甚至起身报复，这错了。啊，诸根清净，不染利口，心不嗔恚。啊，内无恨结，没有怨恨，不跟人结怨。
啊，爱语是学法之一。啊，这是四学，是佛教导我们跟人相处的心态。啊，不是爱语、力行同事。啊，这个四学如果用在家庭，这个家庭幸福美满。啊，我们这些年来在国际上团结宗教做得很成功，早年我住在新加坡，新加坡有个高级部长曾思森，他有一天来看我，问我这个问题，他说我们新加坡的宗教有个联谊会成立50年，这50年呢，他们的活动就是每年过年大家在一起吃一餐饭，以后就没有了，什么活动也没有，个人搞个人。我把他们9个宗教搞成一团，啊，而且说每个星期聚会，所有的活动，我们的活动都邀请他们来参加，他的活动呢，我也去参加，啊，政府欢喜啊，他来问我你是怎么搞成功的，啊。我说我们有方法，佛有方法，他非常惊讶。佛有方法，是啊，佛的方法叫四摄法。四摄法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公共交际法、公共关系法。啊，交际法好用啊，用在家里一家和睦，用在公司行号就是一家人。啊，所以用在9个宗教团结起来了，宗教变成一家人了。要会用，对自己的帮助太大了。啊，第一个布施，这个布施跟六波罗蜜的布施字是一样的，意思不一样。啊，六波罗蜜的布施是把自己的贪心断掉。啊，永有贪爱，把这个断掉，目的在这里。此地的布施是戒缘，就是多送礼。啊，人与人往来，要送礼多人不怪呀，多请客。啊，常常邀请他们，啊，这就有机会了嘛。常常在一块聊天，什么都谈，啊，才能变成一家人。啊，我们在那做这个工作，啊，怎么做呢？到每一家、每一个宗教去拜访，预先给他约好。啊，拜访的时候，小的礼物，啊，吃的用的东西，啊，备一点小礼物。送一个大红包，啊，那个时候我送你10万块钱，新加坡币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供养他们，帮助他们办慈善事业。这些教会呀，都办的养老院、幼儿园，啊，还有办的时候，这是，这个医疗，办的社会慈善事业很多。啊，我们知道他办事业，这个钱就送给他们。啊，那个时候很多我们佛门弟子来问我，师父，我们信徒的钱也不是好赚的，啊，你怎么拿去送给外道了？我给他说，我没有送给外道，我那里有利息。啊，为什么他们做慈善事业，我们投资啊，
啊，是他们做啊，我们把钱财给他了，他替我们做。你说到非洲，天主教有个医疗队伍，啊，有好几个医生到非洲去义诊，啊，修女跑来找我，我说好，我就送他50000块钱，医药你给我买医药，啊，这好事情我又不能到非洲去，也不能接触病人，啊，这个好啊，我们不是医药。啊，第二天来找我，西洲很，非洲很落后，交通很不便，需要一辆救护车来找我。我说行，我送他一部救护车。啊，这才跟人家结缘嘛，你不布施怎么行呢？啊，所以要晓得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啊，这个布施是交际，是应酬，啊，是建立关系，啊，以后我们共同弘法利生，啊，不再搞宗教对立，啊，爱语是真正爱护他的言语，不是好听的话，啊，对他有利益的，啊，爱护他的，说真话了，没有谄媚巴结了。啊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对他尊重，对他爱护。啊，力行我们所作所为，对他都是有利益，没有害处啊，有利益无害啊，这他们欢喜啊。同事就是大家共同来做这桩事情，化解社会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谐。这我们共同的一桩事啊，怎么做法呢？要学习经教，要出来讲经，讲经是教学啊。我们佛教天天讲经，释迦牟尼佛带头啊，啊，基督教耶稣讲经啊，他很可惜啊，只教了3年，被人害死。摩西大概教了20多年，教学；穆罕默德教了23年，这都有记载啊。那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伟大的社会教育家，都是从事教学工作，才受到社会大众爱戴拥护啊，不教怎么行啊？人家称你啊，牧师，师是老师啊，老师没教学生，这老师有名无实啊。这佛教的称你法师，法师不讲经怎么行呢？啊，那这个人家叫你一声法师，你心里多难过。所以要教学，而且教学在现在这个社会跟从前不一样，现在提倡的时候整个地球是一体，那宗教从宗教开始啊，我们众神一体，宗教一家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啊，我就用这4句团结宗教啊，这些年做的都还不错。啊，每一年一次大活动在联合国举行。啊，这个有影响力。啊，我今年访问英国，没想到英国现在在做宗教团结。啊，很难得。我这次去，他们替我安排11个宗教。啊，这些领导有影响的人跟我见面啊，他们我不知道是国家还是企业界老板发现的，
建一个大的活动中心，啊，就是一个道场。这个道场供接所有宗教在这里活动，好啊，这才真正团结起来。啊，每一个宗教在这个中心里面设立一个办公室，啊，他们教学，人多有大教室，人少有小教室，啊，在这边教学、讲经，啊，培养人才，啊，大型的活动，跟着信徒一起大型活动，他有一个大的讲堂，里面有座位的，啊，他也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，有10000个座位，规模很大，我看到很欢喜，啊，我提醒他们，你们的硬体设施好。啊，我想了多少年，没想到你们已经开动了。啊，他们的图画起来了，我看到设计图。啊，可是团结宗教要从内才能扎根，才是真正团结。啊，那内怎么个说法呢？要从经典，要回归教育，回归教育，要互相学习。那每一个宗教的经典内容都非常丰富，啊，佛教的大藏经是最多的，啊，怎么看法呢？所以我就想了个主意，360，啊。在你的经典里面选出最重要的360个小段，编成一个小册子，我们就用这个来团结宗教。啊，这个360宗教的经典360，我们都应该学习。啊，我们对群众讲演也用这个材料，用这个教材，统一了。求同存异，啊，跟其他宗教有矛盾的地方，我们暂时不用。相同的地方，我们把它揭露出来，变成一部圣经，啊，所有宗教经典都在一起。好啊，这他们接受了，啊，所以我希望能看到这个东西。你们变出来，我发现印，啊，大量的把它印出来，啊，赠送给这个宗教活动中心，啊，让大家都来学习宗教教育，啊，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。尊崇的教化，啊，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把这个桩事情定名为宗教，啊，中国的宗有3个意思，主要的、重要的、尊崇，教有教育、教学、教化，宗教2个字合起来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，宗教要团结，大家来发扬光大，可以救世界，可以化解社会一切冲突，带给社会安定和谐，永续的太平盛世，这个有意义。宗教对人类做出最好的贡献，最大的贡献，啊，不再是迷信了。看样子英国是真想搞，啊，很好，英国做这桩事情会影响欧洲，啊，欧洲会影响全世界。
啊，好事情。所以四摄法啊，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人与人的关系法啊，交际法啊，公共关系法，好啊啊，要好好去用它。随众生根性，善言慰语啊，安慰他；十生情爱之心，依附我受道啊，为之爱与深。那对人决定是和言爱语，你才能摄受众生，让他生你生起恭敬心。生你生欢喜心，故圣天王般若经也讲得更清楚了，教给我们怎么对人，怎么说话。你看，下身细语燃眉之言啊，柔软的顺鼻一语故啊，要顺他的意思。即使他做错了也要顺，为什么？他欢喜，你才等到他欢喜的时候，你才能帮助他纠正啊，把利害得失说给他听，他欢喜接受啊。你如果是一天到马上就发脾气，你如果错了他掉头而去，他错得更厉害，他就不理你了啊，你就晓得佛他多么有智慧啊，他有善巧方便啊，劝喻呢，劝导，你看还是安慰小喻他，为众生开佛之见呐、啊，啊，是佛之见，这是对待众生目的。我们对待众生希望达到什么目的？希望达到他开佛之见，是佛之见，是指示啊，这是真正佛陀的教诲。佛陀教诲教一切众生，没有这两句话不行的。这两句话是法华经上说的啊，后面还有两句啊，开始悟佛之见，入佛之见，那两个是学生啊，他真正开佛之见啊，我们只是他真明白了，他就能够悟入啊，悟是菩萨，入是正果啊，这就是学生成绩出来了，这个难得了啊，所以我们要懂得开示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自己没有开佛之见，没有示佛之见，拿什么去开示？所以现在常常请法师请大德来讲开示，开示可不是简单的，谁有资格讲开示啊？至少阿罗汉以上啊，才真正有资格讲开示 啊菩萨的事情不是凡夫，凡夫做不到啊，凡夫在一起，我们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一起分享啊，大家在一块分享啊，这个分享里面就有开佛之见、见佛之见、是佛之见，就有这个意思在啊。是佛之见是一定是依教奉行，我们做出好榜样，要做样子给人看啊，这是是身行。开示的时候那是言教啊，言教是身行啊，没有做到别人不相信
啊，如他真正听懂了，他觉悟了，啊，这是悟入啊，啊，有悟他就入了，入他完全依教奉行，啊，这四个字，诸位细心可以在海贤老和尚身上看到。啊，你看他戒引大众，他非常巧妙。啊，这个老人一生没有人看他给别人发过脾气，没有人看他跟谁红过脸，不高兴没有。一生当中92年没有看过，见的人都是欢欢喜。做到了，所以他能够开悟，他能够明心见性，不简单啊！他的行止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啊，他能做到。次经明知是经，明理他啊，常言讲促进，帮助他提升，帮助他进步啊，令众生的悟佛之见，入佛之见啊，次进两个字里头有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，要认真努力。先成就自己，接着就帮助别人，真正的佛弟子啊，一定要想到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他这个日子一生教学，这是佛教。教学没有了，《大乘经》里有这么一段问，我也曾经跟诸位做过报告。佛说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。啊，另外一种讲法，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有依教修行的，有正果的，这叫正法啊，正法住持，有讲经，有听经，有修行，没有正果的，这叫相法啊，没有正果的。那有讲经有听经的修行的人没有了，这叫末法啊，现在是末法时期。如果讲经听经的没有了，佛法就灭了，叫灭法啊。那现在是讲经教学没有了，没有就是佛法灭了，佛法在存亡的边缘上啊，我们怎么样去救他啊？像张载所说的，为往生积绝学，那我们就得发心出来讲经啊，讲得不好没关系，有勇气出来讲啊，慢慢的有很多人就跟进了啊。我在台中发心出来讲经是一个老居士，李老师开个进修班培训讲经人才，20多个学生，里面有一个老太太，那一年她60岁，小学毕业，都在那里学会了，而且在外面讲法缘很深，听众很多，
把我们气打起来了，我们认为很难了，不敢发这个心了，啊，老师劝我，我不敢发心了，啊，我说我到台中来是听经的，没有发心的讲解。老师讲，你去看看，啊，我带你去看看，到班上一看，这些同学，一半都是小学毕业，啊，我说我还初中毕业，比他们强一点。啊，年岁比他们轻，啊，他60岁，那个时候我才刚刚30岁吧，31岁，啊，他大我30岁，啊，小学毕业，都上去讲，我这个气有没有鼓起来了？我就跟老师讲，我可以学了，啊，我们班上最高学历，朱飞居士，他大学念了2年。最高的学啊，高中毕业的好像只有1、2个啊，老师所教的都是程度很低呀，啊，他能把他教出来，啊，所以孔德成先生到这来听讲经，听学生讲经，很佩服啊，真不容易啊，虽然是讲的不好，没讲错，这就及格了啊，他找不出毛病啊！啊，这老师有一套教学方法啊，我们要汲取这个教学方法。那一点讲座这研究啊，那个小册子是教学法啊，讲解的方法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